是。这边竟然要分歧！Oh my god！我都忘记有这个设定了，居然有分歧，那要选哪一个？哎，怎么办？选哪一个？哦，好了，我们就选宝莲寺这边好了。第二章，天急如来。玄武，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这里埋伏了很多敌人呢。玄武，那怎么办好呢？关内是有结界，妖物不能进，我们闯进去吧。正义的战士，新的战斗快要开始了，你们需要哪些物品呢？哦，以前还有这种。顶十第一重，小复原丹，这个复原，哇，这复原丹那么贵啊！哦，战斗吃前可以装备啊，那太棒了。哦，物品不用放，OK，到龙之心。OK，好。张，蓝色的闪电。看来不过是些喽啰。嗯？哼，又多一个妖怪送死。小猫，过来和姐姐玩玩吧。可恶！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你们竟然为了救大长老而不惜分散战力，看来这次我胜算在握了。看不出来，你这铁皮玩具也有这样的速度。哼，可恶！就让你死前见识一下人称银色旋风的力量吧。那你就是银色旋风的力量吧。以前小时候玩的时候是两个路线都打过啊，那哪个路线比较好？我不确定。那我是想要玩那个玄武那边的故事。那这边先存个档就好了，等之后再说吧。我这里果然埋伏了很多妖物啊！哈，甜点儿，你身旁的老伯比你冷静的多呢。你们的速度真不简单，竟然能早我们一步到达这里。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在魔族中。除了风级魔神之外，速度最快的就是我们。风级魔神，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实力吧。你让后面有东西挡住，挡上应该很痛，没错，很痛。反击，应该可以打死他。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呢。超浪费时间。这边这个没东西。OK，那就站这里。
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先用玄武，不然用铜墙铁壁。然后我这样每次按不是办法。然后呢，再攻击他。碎，一击必杀。朱雀的感觉，朱雀是放法术的。哎呦，竟然打得到我！皆在六道生死轮回之中，有生必有死，世间并没有永恒不灭的东西，就算神也不例外。大长老的死不过是代表另一位战士的诞生。朱雀，龙神现在正需要我们呢。没错，龙神正等着我们。阿弥陀佛。朱雀，你想通了便好了，我现在就马上送你们回圣坛吧。第三章，天空降临的强敌。龙神，你没事吧？魔物已经走了，他们应该不会马上回来，你们马上替大长老疗伤吧。怎么样？如来说大长老大限已到了。为什么一片愁云惨雾啊？今天可是魔族的大喜日子，因为定天仪将从此在世上消失。妖物的首领，我们天心望古找到天启如来，就告诉我们说大长老没救了，你可以滚了。然后这个配音太好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毫无感情，我笑死了。这什么配音啊？到底？大力量可以干嘛？哦，增强攻击力。我配就搞我就比较好一点，哈哈哈哈哈！正义，好尴尬啊！这是什么尴尬的配音啊？好贵哦！佛光还有佛光吗？看一下，我佛光第二重，我一共七哦，不够，那先再储存一下。然后就这样，进入战斗，哈哈哈哈！各位正义的战士，努力吧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东方龙神，南方朱雀，西方虎帝，北方玄武，天界的四方神也在这里。好，就让我破坏定天仪之前，先把你们送上西天极乐，与大长老一同上路吧！幻魔？想不到神中神找遍整个宇宙也找不到幻魔的足迹，现在竟然让我在地球上遇到他。莫非当时神中神不辞而别，所追寻的妖物就是幻魔？没错，看来这
这次会是一场苦战，大家要小心应战。哎，不对，为什么我打第三场就遇到 boss 大 boss 了？这个宝物啊，有些人配音感觉好像哪里听过，为什么感觉好像很难打？好，就这样。两个我会幻魔旁边的 OK， 天空降临的强敌，我觉得站这里，然后呢用火烧。死一个，一样，铜墙铁壁，黑石地虫，方屋园三个内全部敌人 ，OK， 那这边应该都打得到。他那个范围不会显示，是有点不好。因为你看不出来，就是到底是打哪里啊？哇，那我全击打人家，想一下，用冰的好了，冰住他。那阶梯上会不会挡住我？青龙的龙神跟那个谁啊？龙神的合体性应该是跟虎帝吧？我猜啊。好痛、哦！怎么办？我想不想要任何一个人死掉？然后一样，玄武来个打。死去，浮光低虫，好，知道我干嘛了吗？我要冰他，哎，我冰不了他，为什么？这格子不对啊！我冰不了，我冰不了他，为什么？我竟然冰不了他，
为什么不能冰他？先打上面那只。我靠！好，比赛季。梦想铁舞。我一直想到天龙八部含招式名称，太中二啦。那补谁啊？我看一下，补玄武好了。啊！我不该站这里了，糟糕，完了。啊，先试试看啊。休息。还好还是打玄武，太棒了！你死定了你！先冰死你！我冰，而且是冰是绝对会中的哦。游戏简单呐、啊，宇宙三级破啊，破给你看。哎，等等，我应该先用。等一下，因为我想让龙神赚经验。然后呢？都会一起，他就死了吧？我觉得有机会。怎么配合？是我强，好不好？啊！林迪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林迪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没看错，是因为冰柱的关系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多挡一下，我先不要冰他，打打看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林迪 ，Hello， 林迪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真的林迪耶，靠北啊！那我还是要冰他。没有，不是，我刚刚试过了，的确不冰也是一样。那我就把招式全部招呼在你身上啊！宇宙三级破，鬼发激光啊！在跟我开玩笑啊！而且我铜墙铁壁都放给他了，放给虎弟了。打进来一滴，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一滴是怎样？那怎么打、啊？我打他两三滴而已，最好是有屁用。幻血魔光，这场是输的吧？必输吧？这场应该要输吧？是吧？等一下，是有什么道具要拿吗？没有啊。好啦，看起来是必输。那我刚那么辛苦干嘛？神经病！神经病！这么强大的力量，今天就放过你们，下次必定要你们好看。幻魔，不要逃！不要追了，我们也消耗了不少元气。朱雀，
去看看大长老吧。第四章，大长老之死。大长老醒了。大长老，朱雀，你不用伤心，我知道大限已经到了。龙神，你听着。是。你就继承我的位置，以你的力量维护正义吧。大长老，知道了。大长老，为什么能继承你位置的人不是我吗？你这老糊涂。虎弟，你做什么呀？你走开！继位人应该是我。你龙神算什么呀？你龙神算什么啊？好，这样都反叛了，我弟弟。你至少说对这段剧情没有什么吐槽点，现在看起来满满的吐槽点啊。好，龙神、虎帝、朱雀、玄武，你们千万不要放弃。如来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好呢？只要你们四神合一，分别战于幻魔的东南西北四方，便能使出绝技四方无敌，那么必定能够战胜幻魔。多谢天机如来指点。搞笑哦！那我刚刚那么辛苦在干嘛？我被整了，结果再来一次。东南西北，他应该没有限制谁要在哪里吧？应该是没有吧？啊，如来你怎么不早讲？一定要我被打死才讲。他走过来。龙神，这款是龙神游戏，1996年出品的。可以的。目前我没有看过有人有玩过这款游戏，在 YouTube 上跟 Twitch 上，我是没看到了。我们试试要放个招式一下，放爽也好。宇宙三极破，应该是不会有位置限定吧？如果有的话，也太鸡掰了。希望是不会有。应该是不会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合体技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对，就跟封印是蛮像的，没错，因为都是志冠游戏出的。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？今天就放过你们。下次必定要你们好看。
不要追了，我们也消耗了不少元气。朱雀，去看看大长老吧。嗯。